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越南下龙湾之旅。今天是教师节，有没有看到？现在这边有正前方这边有缆车，现在正在交会中。这个缆车呢，能够坐到整个230人。我们预计在下午的4点也会乘坐这种缆车的部分。等一下我们还带到整个传统市场啊，去逛逛一些市集。教师节快乐！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在越南下龙湾报道928教师节。